涛打疫苗会有不良反应吗？何涛，职业兽医师。猫打疫苗可能会出现不良反应，但不是百分之百的出现。首先，疫苗过敏会出现流口水、起红疹等症状。出现这类情况，主人不必太担心。这类症状一般在打完疫苗15分钟内就会出现，宠物医院会及时的为猫咪打脱敏针，所以免疫后15分钟观察期是很重要。如果猫咪以前打过同类的疫苗，就不必过多的担心。其次，打完疫苗回到家后可能会出现精神不好、食欲下降的情况，如果在两天内这是正常的反应，不用担心。如果伴随着拉肚子、呕吐等症状，就需要及时就医了。最后，猫咪是很担心的，免疫的时候需要猫咪配合，如果极度不配合可能会产生应激反应，建议换一个时间，等猫咪平复心情后再进行免疫。